小猪佩奇和小猪乔治还有猪妈妈一起做巧克力蛋糕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猪妈妈的头部，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。用粉色涂小猪乔治的头部。用深棕色涂巧克力，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。用蓝色涂盘子，用蓝色涂小猪乔治的衣服，用橙色涂猪妈妈的衣服。用浅绿色涂地板，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